华晨宇，我不能没有刘海。助理，掀起来看看，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啊！去年华晨宇在鸟巢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不知道喜欢花花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去呢？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华晨宇的颜值是非常高的，而且还非常有气质，五官也是特别的精致，白皙稚嫩的皮肤也让很多女粉们羡慕不已，尤其是他那双娇小可爱的眼睛，迷倒很多的女粉，浑身也是散发着大男孩的气息。而他平常在演出的妆容也不像一些男歌星那么妖娆，90年的他马上就要30了吧，不过他平常的打扮少年感十足，在大家的眼里他好像永远跟个小男孩一样，平常大家也把他叫做花花，显得更可爱了。他平常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留着刘海，就算是老粉也极少见过他没有刘海的样子吧。上面这个就是他罕见的先刘海的照片，总的来说，没有刘海的话，看上去确实成熟很多，而且这个眼神也变得很A，跟平常呆萌可爱的他判若两人。